各位先生大德啊，大家好啊，我就是新德关帝庙总干事詹凯祥啊。新德关帝庙啊，就是伫个新德市南门街。新德关帝庙吼啊，主神有咱关圣帝君，啊有文昌帝君，啊啊有这个虎友帝君、大魁夫子、甲这个朱衣夫子，啊啊嘛有关平太子、周昌将军，啊佫有这咱关帝啊讲的这个祖先。啊嘛有迄个赤兔马甲马爷，啊，佫有迄个玉武王吼，啊，佫有即个太岁殿。哦，本庙建庙佮即嘛是有243周年，啊，即个嘛是咱国家评定的即个三级古迹吼。啊，即个早期啊，伫个庙的迄个周围，哦，拢是一挂即个私藏寮佮即个地点啊，吼。啊，自从阮即江主委接任以来二十多年以来，哦，伊非常啊有用心啊，甲耐心来带领着阮遮所有的委员甲职员吼，啊来找即个私藏寮的即个地主吼，啊有诶伫美国，啊有诶伫日本，啊伊嘛毋惊困难吼，啊把即个土地买一块，啊买落来吼啊。历史啊，即阵才有即个咱新竹关帝庙即个风貌安尼是庙内吼，咱镇镇的即个主神吼，啊，就是用即个土酒去捏起来吼，甲即阵200多年来啊，唔捌讲有去甲粉面啊，但是有时啊会用水甲擦一下，啊，即嘛保持甲参新的同款，啊，每年吼，每年伊个喙须会阁增加较长安尼。哦，目前吼，阮将买来土地吼，啊，甲拨一部分啊，伫起做即个关帝庙的中医图书馆，啊，嘛有即个成立啊关帝里的即个巡守队，吼，啊，佮有即个英文班，吼，啊，甲即个书法班，吼，啊，佮读经班，啊，甲吟诗班，啊，嘛有歌戏班，啊，拢有请即个专业的老师来伫咧教，吼，啊。是免费啊，予这个民众啊来学习安尼，啊，来新竹关帝庙拜拜吼，大家拢会当健康吼，啊，保庇大家有这个保财运，啊，保健康，啊，保事业，啊，甲这个智慧会增加，会当大家消灾排解厄吼，啊，排运气，啊，好运来，啊，予大家身体健康。啊，吃饱哩啊呢。